旁边的我可以开启。三位吗？三位。然后先贴一点我画的照。先点开开屏，来减少一开屏，一二三。你每天看看自己来一张，快坐这边。一二三，开屏。哇，好高哦！
影视工艺哦。不知道。结果你看好多飞机哦。你看下面的船是变超小的，下面的船。那边有机场。嗯。我老师。我饿了。外爬到山顶上。下面的树，真的，都变很小。真的，哇塞，全景的，我要做这个。还是要做水晶的。全景。全景的也不错。全景比较刺激。还要问他回去到底去做全景。问他刺激。刺激哦！他说要加价购。哎，老鹰哎！哇塞，真的哎！那老鹰真的，哇，老鹰直接从那边溜下去了。没有，他在那个。太逗死了！还能休息。好笑，嗯，好笑哦。你要详细看一下内容。最高？最高吗？我明了。对，要下山吗？还得往下。哇，欸，下山很恐怖。哇，下山了！这个真的好好刺激哦，你看。还有更高，那里有更高。
对，这个更高。十七，看见了猴子。下面有没有猴子？爬这个山很累，然后呢，我走这个工作步道，这下面有猴子。哎，那个修的人。换上面的轮手，就吊车怎么弄？我看你们全部都用吊车，它全部的附件都是用板的，对。
所以他这么评价，然后才会一段一段的长大。拍那个是吗？就有那个佛像。有啊。我走得到那里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只有半个小时，你走得到吗？用跑的。哇。下去之后还有车的话，到了三号。
看一下，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不要再上去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结婚到了，就这个。结婚拿着。结婚拿着。结婚。